24节气中的第19个节气，也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我品尝了不同种类的茶，黄茶、绿茶、白茶、红茶等等不同种类的茶。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好的时光，茶的味道真的很好。做面包的体验太棒了，我希望我每时每刻都能吃到面包，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。我很喜欢这次的活动。了解了更多就是关于中国文化，比如就是他们怎么做手工，怎么做就是其他古典文化的活动的。很开心很快乐，非常好，感觉很温暖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的嘛。